五科场的大门一开，数千名举子提丝浆冲进场内，好几千人一块往里冲，马蹄声、銮铃声、兵人撞击声、假叶子哗楞楞声音悦耳中听啊！这帮举子又兴奋又激动啊！谁不想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？真要金榜题名，可以光宗越祖。来到里边一看，嚯，五科场占地面积太大，好几千人到里边啊，谁也碰不着谁。四周围彩旗飘舞，分为十色：青黄赤薄褐、橙黄紫绿蓝。大旗上都有字儿，写着河北西路、河北东路、京畿路等。什么叫路啊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。当时宋朝分24路、4京，每个旗下都有军兵把守，干什么呢？告诉举子们，你呀是哪儿的，往哪个地方归。旗的后边都有芦席棚，赶考举子在里边乘凉休息，等候开科取士。正中间是梅花圈，梅花圈的周围插着小旗，这里边是比武较量、骑马射箭的地方。往对面看，别看天黑呀，里边有串串的灯笼，照得通亮通亮。坐北向南呢，搭了个演武厅，也叫乐舞台，又叫点将台，高有3丈。木室结构，旗脊飞檐，挂着纱灯彩带。里边啊，放着香案。不用问，那是供皇王圣旨的地方。香案下边8字形有4张桌子、4把椅子，这是主考官的座位。两侧还有2个小桌子和椅子。现在台上没有人，只有军兵在那站岗。在演武厅的下边是露天台，没有棚子，有4张桌子、4把椅子。岳飞明白是干什么呢？两个是标明挂号的，谁要是下五科场要比武较量，登记造册，把你的名字写好之后贴在旁边大板子号条上，好叫天下人知道是谁到五科场比武较量去了。这边2个桌子管什么呢？管这个人使什么兵器，用什么马匹，什么招数最好，将来有用。怎么？因为这一科呀，不光是选状元，还有进士呢，人里拔人，按着名册上选拔人才。再往旁边一看呢，兵人架子，把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犁槊棒鞭锏锤抓月牙铲拍爬木应有尽有。这边18面鼓，那边18面锣，干什么？擂鼓助威，造气氛的。这边是箭靶子，那边是箭垛子。岳飞突然发现呐，就在个露天台子的旁边啊，挂2杆大旗，又叫幡，是长形的，飞火焰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明白了，这块叫龙门，2杆旗就代表龙门。想下五科场比武的人，先到露天台标明挂号，然后通过这个地方往里走，就叫进了龙门了。如果被人打败了，打出龙门出来就算输了。当然了，从梅花圈的往里跑也行，那可是私自下场，按理说是不允许的。就离龙门不远的地方啊，靠墙呢有个帐篷，黄绫子帐篷，火葫芦金顶，上边飘着杏黄旗，没有字。岳飞觉得奇怪，说周围啊武生待的地方是炉棚，主考官是那点将台，那么这个黄绫子帐篷是干什么呢？在这块扎眼，看着不舒服。哦，明白了，大概是梁王柴贵休息的地方。哼，柴贵呀，你在这还摆谱呢？既然你要下场比武，就成了岗考举子，成了老百姓，就不应该把帐篷放在这儿。3个主考官吃了你的贿赂，允许你把帐篷扎到这儿，我明白占便宜。为什么？
离龙门近，离标明挂号的地方近，所以他提马就可以进来。别的赶考举子呢，得斜插花绕半圈，所以他占便宜。岳飞点点头，柴圭呀，今天我非会你一会不可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高喊：“主考大人到！”咚咚咚咚咚，嘟嘟嘟。眼看从东门这来了一支队伍，前面是马队，后边啊有文武官员都骑着马，文官也骑马，这是干什么的？是陪同主考官来的，帮助啊做事儿的。最后有四乘八抬大轿，有八个抬轿的，八个扶轿的，大轿和骑马所有的人都在乐舞台的后边，下马的下马，下轿的下轿，轿落平了，马拴好，然后稀里呼噜的直奔演武厅，就是点将台。这阵天光已经亮了，灯光刷熄灭了。岳飞一瞧，四个主考官，第一个老元帅宗泽，第二个是个文官，有四十多岁，头戴金翅象貂，身穿紫色蟒袍，腰横玉带，下身挡着看不见，年龄四十多岁，面似油粉，长豆鸡眉，母狗眼儿，趴鼻梁子下边两个胡椒眼儿，蛤蟆嘴，薄嘴片儿，山峰的耳朵不大点儿。这人呢，老眯缝着眼睛，看着好像笑，实际是呢，贼光啊藏在眼睛里了，怀里抱着皇王圣旨。岳飞想，这个人指定是丞相张邦昌，猜对了，就是这个老贼。在后边是王铎，最后是张俊，四个主考大人直奔乐舞台。再看来这帮人呐，各就各位，各按职责全都准备好了。张邦昌先把皇王圣旨供在了香案上边，四个主考大人拜了又拜，一转身瞧见这四个座位了。这四个座位啊，两个上手，两个下手。王铎、张俊明白，咱们俩的官啊，就在下手坐吧，一边一个。那么两个上手里还分大小主次。张邦昌想坐首位，可是我往那一坐，老元帅宗泽非生气不可。该说了，这是武科场，你是文官，你凭什么坐那块儿啊？哎，老贼有了，哎，嘿嘿嘿，老虎家，请您上座吧。忠厚老实的宗泽一看张邦昌这么说，连忙谦让一下，哎，丞相上座，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他坐下了，宗泽在第二把座位上坐下。张邦昌想，我和王铎、张俊已经把状元许给了柴圭，可是宗泽这个老东西，这个老倔头，他不能乐意，怎么办呢？非要阻拦不可。有了，老元帅，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啊！啊，把你的学生名字写到榜上吧。宗泽一愣，这什么话呀？丞相何出此言？哎呀，咱们同殿称臣，年兄年弟，什么事儿谁能瞒了啊？啊，你新收个学生，河南的岳飞，听说文武全才，你很器重，是不是这颗状元你想给岳飞呀？这个元帅听这话，心里堵得慌，脸腾也红了。为什么？确实有这么回事。我和岳飞素不相识，因为爱才收为门下，想不到被这个奸贼知道了，他拿他当画饼了，怎么办？丞相，国家大典设科场，岂容我们个人营私舞弊？
我宗泽一片丹心，可对日月。别说这个，人嘛，哪能没个远近之分呢？怎么，你不相信老夫？好，待你我对天明师。一摆手，叫军卒准备香案。在哪儿办？下了乐舞台，到后边，后边有现成的地方，那是主考大人喝茶休息地方。张邦昌一看，呀呵，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认了，他去我不去也不好啊。原想我拿岳飞把你咬住，然后把状元给柴贵。既然你去，我说二位年兄年弟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这三个奸贼跟着宗泽到了后边，香案摆好，老帅撩一跪倒：皇天后土，苍天在上，信臣宗泽，我如果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，必死乱刃之下。身为武将，这么发誓够重的了。宗泽一闪身：张丞相，该你的了。张邦昌一想，坏了，这个老东西起这么重的事，我怎么办？我收了柴贵的钱了，收那么多东西呢，我要发誓，真要是遭报应怎么办呢？不发还不行。有了，张邦昌赶紧跪下：皇天后土，过往神灵听真，信臣张邦昌蒙圣上错爱，统宗老元帅当主考官，开科举事，如若欺心，我起什么事呢？有了，今生必落在藩邦，当成都被杀死。张邦昌心的话，就凭我这么大丞相，能落在胡儿手里吗？人能当成猪杀了吗？没事儿。宗泽忠厚，不知道这事起得轻重。旁边王铎心里暗乐：嘿，哎呀，张邦昌，你好奸好滑呀！你会我也会，扑通，他也跪下了。信臣王铎和邦昌是同乡，如若欺心，变成猪，我变成羊，必死胡儿手里。张俊想，这俩家伙太坏，听我的。信臣张俊，如若欺心，必死在万人之口。张俊心的话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万人之口，我还能叫人吃了？这三个奸贼今天起誓，认为是牙疼咒，后来都应试了。张邦昌、王铎卖国求荣，投靠大金，换来荣华富贵。后来金乌珠翻脸了，把他们两个抓住之后，塞在口袋里，背到军营，要祭奠都旗，找猪找羊，没有。把这两个小子当猪当羊给杀了，他们俩就这么死的。那张俊也应试了，岳飞冤案被昭雪之后，张俊被抓住，老百姓恨死他了，把他绑出去，康昌有人咬一口，一个带头都上来了，你一口我一口，把这小子给咬死了。要不说啊，办坏事没有好下场。发完誓，四个人喝口水，二次来到乐舞台。张邦昌想，本来应该我发号施令，因为是五科场，我怕宗老头又挑眼，我还像方才那么办，客气客气，他一谦让就是我的了。老胡家，时辰到了，该关闭五科场的大门，开科取士开始了。宗泽一想，这回我别客气了，因为开设五科场，这是国家大典，是我出的主意，不能让这小子伸手。好，中军，末将待传本帅将令，关闭五科场。是。啊！主考官大人令下，关闭五科场了，要开科取士喽。紧跟着就听着"嘟"。
嘟嘟嘟，号角长号齐鸣，干什么呢？先别关门，给点动静，免得来晚的港口举子不知道，关在门外太可惜了。那么一听这声音，哦，就关门了，快跑几步就进来了。号角一闭，当当当，三声炮响，吱溜溜溜溜溜，咣，四扇门全都关上，上栓落锁，十字花封皮，唰，给封上了。这回好，谁也甭想出去。什么时候开门呢？单等状元选拔出来了，有将令才可开门放大伙都出去。别看门关了，还没有开始考试呢。为什么呢？天没大亮，得日出三竿。现在文官武卫御林军做好准备，芦席棚里的考生顶盔挂下，收拾该吃东西吃东西，该喝水的喝水，在这忙活着。再说岳飞他们哥几个，王贵饿了，要开始比武了。哎，二哥，把吃的拿来，我饿了。什么吃的？哎，你马后边不是有个包吗？里边有吃的啊。你没有吗？谁在后边？东西在谁的马拴着？我们没有，都在你呢。我都吃了了。啊，你都吃了了？哎呀，那我们吃什么呢？一会儿打仗没劲儿。岳飞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你不怕别人笑话，为个吃的争的。牛皋，有什么事儿多问问弟兄，你也不能……你们早说呀，把我撑够呛。”岳飞心想：这可糟了，现在饿了，要打到下午怎么办呢？正在这阵儿，就听有人喊：“请问岳武生在哪里？”汤阴的岳武生。岳飞没等说话，牛皋噌就出来啊！谁找我大哥？眼前有个青衣小帽家人，后边抬着两个食盒。我认识您是？我是岳飞兄弟。我是宗泽府的宗老元帅呀，叫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。岳飞等人赶紧过来，真感激呀！哎呀，老家人，多谢多谢，岳武生。宗老元帅说了，你们第一次下课场，怕没带东西，快快快，赶快吃吧吃吧。把食盒打开，牛皋一看，嘿，里边烙了这么一骡子饼啊，真是细白面好香油，擀的薄烙的熟。那个食盒打开一看，金华火腿带点葱丝的大饼卷火腿。那个年头有火腿吗？有啊，金华火腿那是宗泽留的，底下还有这么大一罐子绿豆汤，冰凉冰凉的，跟冰块拔的。吃完了喝点绿豆汤败火呀。王贵乐坏了，呵，卷着火腿抱着吃着。牛皋一闻呢，真香。牛皋馋的直流口水呀，是眼馋肚子饱，吃不下去。哎呀，宗老元帅可真是啊，雪中送炭，饿了送饭呢。早知道有烙饼，我何必吃干焖馒头，还把我撑得够呛呢。就在这阵儿，教场内有人高喊：啊，天下赶考举子听着，主考大人令下，马上开科取士喽。再看岳飞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抖精神壮虎胆，赶奔当场要会战小梁王。